QT10 全自动气快成型机 QT10 当15全自动气快成型机，根据我国市场现状需求，应提倡节能、节地、利费以及建筑气快产品高标准严要求的方案。为此，全工机械经过多方位的技术合作，结合本公司30年专业设备制造经验，特定研发新一代气快机型，针对粉煤灰、钢渣、炉渣、煤干石、沙子、石粉、石渣及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，经破碎筛选后作为原材料，生产墙体气块空心砖、实心砖等等。该机型的主要特点，采用德国变频技术，主机变频控制，降低电机启动电流，具备软启动功能，能实现振动总成的同步工作，采用制动总单元配刹车电阻进行能量消耗，能解决停车时电机惯性问题，电机运行速度可调，完善产品质量，提高密实度，节能效果可观，省电20%到30%。电控装置选用德国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及触摸屏，配置数据化输入输出功能和安全逻辑控制系统、互动互控、故障自动诊断系统。液压件选择进口优质元件，配置高动态比例阀，调整传动系统，前中后段流量及压力，减少机部件冲击和受损，延长其寿命。主机采用特殊材料，耐震动不变形，模具材料渗碳处理，耐磨抗磨，与一般调制的模具延长使用寿命50%以上。采用旋转强制布料加上预震布料，保证磨箱有充足的材料。料车采用360度旋转式强制布料，速度快，分布均匀，适用于多种原材料及各种模具。成型装置由传动轴直接传动，偏心轴运行始终保持同步，在瞬间内增大机振动力，提高气块密实度，确保产品强度。用户根据需要更换不同模具，可生产各种不同规格气块产品。增配面料装置，可生产彩色面料砖、人行道板砖。QT10-15气块成型机加上配套设备、配料站、搅拌机、叠板机，生产过程：原材料进入配料站计量，按不同配比要求输送至搅拌机，加水后的干湿料由皮带输送机提升到成型机舱储存。料车受料按设定程序自动送到模箱，旋转方式强制布料与预震配合迅速布料，预震时间完成料车复回原位受料，等待下一模工作。压头下降到指定位置，振动加压作用下气块快速成型，压头模箱先后上升进行脱模，第一模成型产品送出。定清清扫器把气块外表毛边清扫干净，同时另一模已进入运作，实现高效率控制系统。用户根据生产操作需求，3种操作模式供您选择：全自动气块生产、半自动气块生产或手动操作生产，保证的生产不间断。 QT10-15 全自动气块成型机规格为240×115×53标砖，每模54块，生产规模为240×115×90多孔砖，每模27块，成型周期为15到20秒。